eSender， 三分钟免费获取中国内地手机号码。现在想享用中国内地线上或者线下的各类服务，都必须有一个内地的手机号码。手机游戏激活，购买高铁车票，开设中国内地银行账户，开通中国内地网购账户，查询及服务登记。如果只是为了取得验证码而换手机卡，那就很麻烦了。博源讯息的一博通 eSender 就可以帮到你了，只需要三分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按照简单步骤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取一个中国内地或者香港的手机号码。用户在不用换手机的情况下，也可以接收或者发送短讯，而且接收短讯的数量也没有限制。打开 WeChat 或者微信，然后扫描这个 QR Code， 或者在微信搜寻一博通 eSender， 关注一博通 eSender。 在此做个补充说明，对于看不懂中文的外籍人士，如何将一博通切换语言设置成英文字，点击我的账户，点击查询，点击右上方 EN， 就可以切换为英文了。然后我们返回查看，确认现在可以成功切换成英文字了。在菜单点选一博通，再按登记开通服务。用户可以选择中国内地号码或者香港号码，可以选择一般号码登记或者特选号码登记。这里再做个补充说明，选择身份证类型，若你持有非中国内地身份证，请选择上面这个；若你持有中国内地身份证，请选择下面这个。输入资料进行登记，我们也提供不同的付款方法。最后，系统就会自动开启一个一博通号码给你了。如果申请中国内地号码，还可以免费试用7天。记得关注一博通微信公众号。申请中国内地号码还要实名登记啊。成功登记后，你就可以收到游戏、银行或者淘宝短信了。就是这么方便，请立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我们准备了一博通发送手机短信、SMS 的教程，以及中国大陆手机号实名认证的教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索取。听完看完给我点赞、订阅、评论就对了。 MB